2021年6月24号，今天是礼拜四哈。那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依然受着地流方面的影响，各地都有可能出现着短暂雨或者是雷雨啦哈。啊，咱旧历走到5月15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29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首先咱要来加报道的嘛是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这唔知要报到当时开停啊，唔知影啦吼。啊，尤其最近这个台北市吼，安尼连环崩，不管是疫情啊崩，啊嘛气候这个啊台北市员崩吼，讲暗抗吼。啊，调高伊暗坎一寡吼，啊，关注感染的所在，啊，七步八步步，甲家己步袂起了后的时阵，即马终于叫吼啊，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但是中部长吼、啊、出来吼，替瓜分摕着着啊吼，来切卡村啦吼，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安怎样啊报，你讲全国的三级的境界啦。继续延长到甲后个月的12日，就是7月12日。台北市的北龙君主感染的案件被看作是这波疫情无法度人降温的主要原因呢。骨拉道安尼强调啊，这个北龙的案件主导权的台北市长郭文天呢，昨昏终于亲自。来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找这专家来参详，看吼台北市的疫情要安怎样啊处理吼，啊要安怎样啊做策略吼，来达成共识吼啊，就是24日起就对，对今仔日开始，若无三工来体检阴性报告的人，未当进入吼新北。包括台北的批发市场，较紧的案件需要落实来做疫调，中央嘛会协助建立吼跨管区吼疫调的平台。指挥官陈时中已强调啦，会议的时阵大家非常好，啊，双方面拢有强烈的共识。要吼啊，做伙吼为解放来做拍拼，而且一定爱合作，才有法度人成功。赢的才会是台湾，啊，那无输的是正格的社会。北龙伫5月底爆发了吼，第一件感染确诊啦，但是中央伫6月初就建议台北市啦，爱做吼控快的体检微测啦。但是台北市长就无咧甲中央吼信半道就对啊，做伊下啦。北龙的案件至今已经确诊54人啊，指挥中心甲农委会20日派人来会同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来到发现场来做轰炸，22日的阴暗，搁再开会来参详。但是中昨昏伫半暝啊，更加吼亲自来到吼啊，这个台北市啊，包括新北市的市场来做了解状况。指挥中心昨昏阴暗嘛，有来邀请农委会，包括台北市政府，也搁有吼新北吼台北的卫生局长，包括市场内底主管。来做研究，看要安怎样啊维他哦，啊，加感染源。啊，那台北市长郭文天呢，嘛亲自参加这个会议，互人加加注目就对啊啦。啊，另外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林群伊嘛，曾林雄啦吼，伊嘛安尼咧讲啦吼，伊讲会议达成了三共识，啊，一共识就是吼，24日的0点开始啦吼，那无三工来阴性的检验报告，未当进入吼新北市的批发市场，啊，需要同步吼做这个快筛加检测，但是那快筛阴性的就会当先入场。第二就是落实疫调，找出感染的所在，并且扩大吼接触者的空间。
啊，台北市并且然后答应北龙的体检站会开三礼拜，方便吼无体检到的人会当来啊。啊，包括这个四周围的对啦，北龙四周围的摊贩会当来体检。啊，那第三是徛伫吼，真侪伫这个北龙食头路的人对外关起来，跨关起的疫调真重要，一关数会来成立平台来做合作。关问题，你唔是做搞人，啊，那搞你就去家己去创啊。那有需要昨昏去找这个单师点部长要创啊？伊到昨个透早四点外，佫足熬咧。四点外的时阵，单师点部长就去巡查着这个八龙啊。透早四点外，啊，陪伫身躯边的是迄个八龙的总经理啊。迄个时关问题到出现，无出现嘛？伊无出现嘛？啊，到个下晡的时阵，到下暗八点，突然间。我走去这里了，做指挥中心咧谈上讲，即马内面安怎处理安尼了？好呀，你咧报一篇哦，我讲一个小话尔。中央是真正落去介入落去足管无？无算，安尼无算。哦，那是无算了对。他们眼泥对清了对啦，但是眼泥对清，咱眼泥对清了对啦。挂问题，即个好即马都未科起啦嘛。嗯。对不对？啊，唔过咱的指挥中心讲，这个会开了真好。八龙的清消人员，你讲啊哪？你敢知？讲拜托嘞，中央赶紧来接管啦。嗯，要拜托中央啦、啊。嗯，希望中央、盼望中央赶紧来接管就对啦。嗯，这是我真生意人咧。对啊，那是生意人啊，都不是挂文贴啊。安尼咧讲咧，你敢知？安尼咧讲咧，对挂文贴完全一点都无信心啊啦。嗯，无信心啊啦，对啦。这中央也不来接管就对了吼，哎、欸，我们就搁继续做嘞。中央来看看嘞，尔嘞，来再叫姚云涛博士来参详一下安尼。对，参详尔，不是讲来接管落去呢？啊，来接管，他是挂问题爱处理呢。嗯，啊，这个人你看嘛呀？所以这个不作下呀，唔如我别讲啦。嗯，行销人员讲，希望赶紧中央来接管呐。嗯，对中央有信心，对挂问题一点嘛都无信心。嗯。啊，这哪不接管他那边啦、啊？啊，无接管就是中央无灵，对不对啊？这个物件，台北需要接管的，不是干那遮尔啦。台北规个崩几啊位啊，啊，崩啊密密麻麻的个起串，啊，底下无一项处理的好个呀。其实老实讲，中央接管上早，什么时候接管你敢知？你家迄个巨蛋的时候接管啊？伊走去灭火的时候接管啊？好啦，啊，台北人咧较济，啊，咱是讲这个北龙吼，这牵涉的是全国的问题啦，全国嘛是为着安尼，拢无啊多人去解封，吼、嗯，对不对？本来讲离别要解封嘛，啊，即嘛因为台北有个房价，这涨讲要无讲无啊多解封，是因为讲啊，佫有一挂所在啊，佫有咧群聚的部分发生，所以这就是台北。舞无好，啊，造成咱李贝好，拢无多解，无多通解啦。因这内行，他们降级都无可能降啊，听下无？嗯，对。虽然是种状况，对，但要降到二级就解封啊嘛。对对。但是唔敢嘛。降未落来啦。降未落来，唔敢，就表示讲，这一个诶要降一个危险的啦，对。嗯嗯嗯。另外，连说这几日啊，碰见暴龙这个问题。嗯。啊！而且上可恶是，这个不是最近崩的呢，是啊，这已经崩真久啊，呢拢暗砍掉了呢。啊，人咧讲你八龙已经群聚啊，这已经算群聚啊，这个爱安那处理啊处理。郭文天硬讲这不是群聚呢，伊讲这是陆陆续续有人感染呢。这你听过？营销人员啊，讲中央来介入不对啦，来接管对啦，八龙都有救啊啦。嗯，啊，这马未接管表示无救啊。对啊，是啊。嗯。这嘛根本就太多有人插个一批都根本就中央是去甲关系起安尼尔嘛。嗯，系对，是去了解八龙的状况的，嘛无多接管啊，未。接管迄阵。有做了三点的共识啦。共识都唔是，共识是参因遐开下会啊。无啊，啊你爱搞这安尼做啊，我甲你做，你要来找我，我虽然无去接管，但是你找我中央。我含你做中央，啊中央安尼做，
看半天唔知伊安怎做呢？伊袂瘾做就对啊啦。哎呀，伊不爱安尼做嘛，伊不爱家己一头套做法嘛。伊不爱安尼做，伊暂时咱找，但是中不通啊。伊去找，即摆就是咧杀鸡啉讲，我用去找啊吼，啊那是个母无好，即个中我责任嘛。小朋友是咧安尼啊。哎，啥物叫做接管呢？你像迄个了做布头，迄有无吼？布头迄本来就是为了说了迄个，迄本来就玻璃的嘛吼，所以这无问题。佮一个所在当做啥物叫做接管，就是苗栗啦。苗栗迄个晶圆厂有无？迄个晶圆代工厂，迄直接就直接接管啊，就由迄个了做啥物姓李的啥，用王必胜，直接进驻比利，带领团队规个进驻比利。这迄个人叫点客，叫接管啦。不得了呢！伊只后边是有达成共识，伊是安尼讲啦吼。即昨昏关门就庆祝，去到指挥中心啦吼。咱甲看指挥中心诶，即个发言人曾林雄伊安那讲吼，伊讲。中央甲台北市政府会议的过程当中达成三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对今仔日零点开始就对啦。所有的人，你要入去新北市的批发市场，要入去台北市的批发市场，你必须要有摕到一份三天内检验报告阴性的，你才有法度人入边。这等于来是死啊！你。啊，那你就假讲的嘛？假讲的啊，这顶了是顶了是啊，那连续底下咧快胎，你敢知？就是要进行今仔日所讲的这个啦。伊是这个第一个是安尼啦，那无讲啊，那无你是袂当入去就对啦。第二就是需要吼落实疫情的调查，找出感染源的所在，扩大接触者的控制。有接触到的人，大家都爱控制起来就对了啦吼。台北市政府原来答应北龙体检站会开设三礼拜，方便吼，互无体检的人去体检，方便互台北市这个啊北龙，也是讲吼批发市场四口连登的摊贩会当去体检。第三，就是徛伫真济伫北龙咧食头路的人，对外关市，譬如讲吼，有可能是对嘉南市、对宜兰市去北龙食头路食的人就对了啦吼。会当有做一个吼跨关市的这个啥疫调。啊，这是和疾管署来成立平台来做合作安尼。但就是无接管啊，就是表示无接管嘛，这嘛是一个有关问题，伊负责。接管的意思就是啊啦，就是王必胜伊咪哩。他带一个团队秘密了后，这是无人讲接管，你是对头搞，不是讲无讲接管，是讲伊迄个啦，即、這个关门铁昨昏有去找伊啦，找迄个陈市长啦。苗栗的迄个晶圆厂发生着群聚的事件，崩两间嘛，对不对？所以了三，迄个王必胜伊全部规个团队秘密了后。那唔免佮达成啥物共识，就是我们必须安那讲，安就安那做。今年就这个唔免佮啥物共识，共识个。对个，无啊，无啊，就清零啊，清零啊，清零啊嘛，清零嘛，你应该拢提啊嘛，对不对？你看，迄金圆厂，迄遐那济人。对啦。迄只店伊只袂进嘞。好啊，苗你家己去处理哦，部分呢。啊，瓜分掉硬要开啊！伊讲金圆厂教阮这无同啊，金圆厂的人是拢住宿舍啦，人员靠监控啊。啊，阮这是安尼，规个无啥啥人出出入入一大堆啊，都伊个话在上界济啦，啊做无半下。我安尼要讲安尼就是，你都直接你都讲你无廉。对个，你都讲我都无法度啊，麻烦王必胜因落来安尼，安尼。这代志有可能尾啊变成攻击是杀鼠的翻版。这么容易翻版啦？中央爱介入，应该有啦有啦。攻击杀鼠的中间马英九的无廉啦，造成台北市。嘿，死啊！侪人，去平和平等伊嘛，咁是无正经吼。安尼，尾仔啥物人，啥物人介入边？中央啦，边个统统咧做啦。中央介入边，这代志杀死啊，这时间就安尼定啦。种个台北你蛮变成破口诶。看起来变成破口哩。你听好无吼？这北龙这个问题是何等之严重啊！这全国性诶咧。即个昨电视在讨论的时候，我才知影讲，原来咱台湾虽然是民主主义，但是也就是因为咱是民主主义，所以接管袂遐简单呐。接管爱有两个做法，第一就是市长本身就是地方首长，向中央讨救兵，伊爱愿意讲，多日来搞处理啦，啊，拜托中央进驻。刚刚讲个啥？我今仔有拄着困难，都无在点解决。拜阿星姚姐，你来搞处理。对，这是一种。你来搞处理，这是一种接管呐。
啊，另外个一种就是由台北市议会有无异议通过，嗯，哦，无异议通过，讲我无多啊，啊，这要求市府必须爱去邀请中央落来遮来斗三工来接管。啊，然后呢，这个就做台北市府，才搁再接受台北市议会建议，哦，来去做。啊，安尼个来接管，未使讲迄个就做往迄个啥迄个，但是中央我要接管，爱就落来呢，未使呢，未使呢。啊，像苗栗迄是啥？是苗栗的迄个苗栗县长。走去找中央，讲拜托恁落来处理，拜托伊，这就是第一项啊，第一项地方首长去拜托的，讲拜托恁来处理。啊，即马甲看法，长因只不过是开一个会尔，啊，开一个会了，讲几项啊代志啊。看咧，啊交代是讲应该要安怎做三四项嘛。有，爱甲你讲，你著爱安尼。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这 SOP 大拢知影啦。对啦。你个无迄个能力，你做袂出来，表面啦。一条、两条、三条、十条，下下来，你叫安尼做，这伊无你，伊都做袂出来，伊都无从做哩，吼、哦，对不对？大家嘛，大家讲，迄学家大家太厉害有无？ Yeah. 学家大家拢讲好，这一条得安那，一条得安那，得安那，得安那，这就控制一条，用讲较紧，你听有无？用写写文字较紧了，对。但是别做都唔是遐简单嘞哈。伊啦，做会搞，会今仔就袂变安尼啊啦。啊那安尼标题流量嘛怪怪，伊讲阿中部长出手袂开。啊无，阿门锁一百块，我都拦袂掉，无啦，无。其他中央你派人去接管啦，你处理啊就对啦，安尼靠遵守啊。咱啊无遵守啊。咱迄个标题唔是有哪共款吗？都判无期，大逆转啊！逆转了嘛是阁无期啊！那个标题唔是，所以看这个新闻标题就是，你看得好笑就是安尼啊。咱但是总是起要去关心尔，啊无出手袂火，伊无多出手袂火。这个瓜问题，咱下暗走去找陈市长，嘛唔是叫伊来袂火，只是讲咱大家参详看嘛，即卖来爱安怎做，结果甲看看这个。三工前，台北路上迄个北龙就开始咧做体检啊嘛，无大家伫遐骂甲要死，郭文铁无呛声讲两工要体检几千个，结果第一工体检几个五百个，对不对？人问我安尼，你要哪两工体检几千个啊？对不对？这当体检为什么体检？就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因那个。反正上简单的体检讲你对不对？你阴性啊，是啥物性？阴性的安尼。他们说台江，他们说这边好啊。你是要叫伊处理这个工作处理？好啦，可怜啊！结果张志文民调出来，我好笑，你敢知？我讲讲的，大家听了就好。蔡英文的民调规个挂落来。哎呀，靠呀！这个民调，哎，就你是打分，这是一定的啦。这民调，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结果挂分这个民调竟然是上升的啦！你听我开股的，安尼好崩好啦，好崩啦，崩个迷麻麻的啦。做个民调，那个当然也。有，好来好，感谢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咱全国面。免费的叫回专线哈，来信一个广告，两面再多得等下来，感谢啊。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曾太太唔着急咧。我是 C 咧。哦，你好，我阿星啊啦。哈？我阿星啊咧。哦。哟，啊你打电话甲咱讲，咱这个要做产品咧，食袂歹，要甲咱做一个见证安尼哦。嘿，哦，来，啊，曾太太，我即马甲你访问啦。嘿，哦，啊，你讲咱食咱的产品即马是食了安那？你讲食啥物啊？食咱喜多山无？喜多山。嘿，曾太太。嘿，我甲讲你唔对，好，你喂。喂。喂，哎，曾太太吼，嘿对，哦，你好，我阿星啊嘞，阿星你好，哦哟，拍摄，嘿，好，啊，你甲林小姐讲，食咱的产品袂歹，嘿对，讲要甲咱做一个见证安尼吼，然后就是讲食恁的袂歹，啊林小姐，嘿，因为我本来嘛唔捌咧问伊看啥，我就是讲食了袂歹，讲林小姐看伊或者啥物名或者啥，好安尼哦，嘿啊，嘿，啊你的情形是安那个，咱讲话咱听看卖啊，啊食的真好啊，嘿，啊你原本是身体，嘿，我本来是鱼缸哦，嘿，哦十几档啊，嘿，啊拢有声音，啊鱼缸无啥有听的啦，嗯，啊今麦我就是讲啊无听恁的电台咯。但是就听你的电台，我就吃糕点嘛，好，袂歹嘛。嘿，但是就听，我想讲，好啦，准五块头恁骗啊你。哦，算在讲蒙气看卖啊，对。啊，你是讲耳坎贵啊，让你记啊，你就对啦。
唔敢有声音，会记啦，哈，会记，会有声音啦。好，有声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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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音啊，个无听的啦。哦，好，好。去医生看讲，什么硬化啦？我呢？耳腔内底硬化哦，系啊，我这个我十分啊，那开刀那剩七分啦，安尼怪我都无管他啊，我嘛无爱去开刀，因为听到开刀我都无爱。哦，是是是是是，系啊，听开刀我都无爱啊。安尼我管他叫了了，啊有叫去讲咧叫。啊叫了啊，我有个叫啦，有个叫，啊感觉讲哈，嗯嗯嗯，虽然耳腔是，感觉有小垮啦，啊讲吼一块小毛病拢好起啦。哦哦哦。吹气啦，会听啦哈，就吹气包啦。嘿，我强在吹气包强在咧生啊。嘿，啊个吹气刷嘛是有血啊，即马过来哈，拢无啊啦。哦，拢无啊。嘿啦。安尼我甲你讲，你这应该是体内血较多。啊，个吹气即马个电都用啦。哦，对，安尼真好，要。我那边我较早拢冇学美国的迄款气歌啦，嘿，我都唔免啦。好安尼好。嘿啊。哦，原本你有哪算做，啊那你讲起来，你这算北内血大呢？嘛唔知。啊无常常生气包啦吼，啊无就嘴头破呢吼。系啊系啊。要，这样你应该北内血。啊你耳啊，即马即个经营是安那？啊是个皮肤过敏嘛，拢好。哦，过敏，嘿，这有效，这绝对有效，嘿。对。哦，这更成足济嘞，嘿。系啊，啊个一碗水吼。嗯。我无像你讲，咱像个放炮吼，啊你一碗乌水多，啊我人做脾气嘛，我用钱家个空个破个血，嘿，还有乌血呢，也流出来。嘿，有血对，嘿。系啊，你足济吼，迄水拢诶。有事啊！你按起出一拍一拍，都一拍啊！来回来拢好起啊啦！啊，这都拢回来拢无问题啊！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哟！啊，你耳啊，这两个继续加一点，咱给你改善啦。回来拢好起啊啦！哦，刚刚哎呦，辛苦了，像个啥个给伊拔掉安尼，也叫擦擦安尼。好，我莫怪我想讲，哎，这款都听讲拢会喜欢去的话。对，这顺头对啦。管他啊！要。好来。公司大件啊，但是不要，即卖是广告时间了，对啊，吼，啊，介绍咱现在公司的许多商家优秀的产品了，对，你看下上哦，更真的拢讲不了的，安尼啊，咱的时间都要切掉啊，因为吼，这时间即卖含量真低，吼。要让阮广告一些时间正短，啊正短中间就咱阿三讲一寡这个啊，像许多山这个感觉对啦吼，足侪拢阿个无同人听到对。但是你刚听伊这前段这段，这阵啊短短啊，这阵了对。看在对许多山这个产品看，外人啊有信心嘛？那对。伊讲叫了啊，其中这个合作人管理上面伊拢不管他对啦，管理的领薪价，心力个够用安尼个对。这个相信啊，讲就是许多山。十七档啊不简单啊，对，哎，可能安尼，这个人哦，咱就爱用这，这个我一上我不上，话呢，啊，大家呢对这身体上话呢，帮忙可以帮忙的，咱感觉讲老大人可以身体一旦吃了会健康，可以行动自然，啊，精神会好，人有气力，有元气，啊，这些是上界欢喜的所在都对了。所以咱现在国际产品实在是可能真肯定，啊，可能到介绍这。爱给人做感谢了点哈，好的产品保养，甚至有病人你回家不可了点哈，感谢0800-0500-668，0800-0500-668，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668哈。啊，恁即马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都加上三罐以外。咱那个提供这些精品，要来和朋友做挑选。你十罐的朋友，你也当下经一支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理想的巅峰。你要个经蒙特胶，伫咱台湾算大牌子、大品牌宝特纳，热天也宝特纳真靓。这种会当哦，经金砖不沾草锅，一支32公分宽。你要个经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真的保顺健、惠安所喜、6000金的零30粒。这种会用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更换有提供这些精品，要来和朋友做挑选。买五罐的朋友，你也等下经三米六保温杯，你买个经白沙湾起个一条，经胖黄胖泽半打，经无环节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节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用一道，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0800-0500-668吼，这支是咱中国边库会的计划专线电话。听众朋友，疫情一个正严重危险的当中，
咱家己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好熟悉，做好完美以外，自身的免疫力一定要提供，一定要增强，尤其抵抗力嘛是相关，对爱增强。咱啊要增强咱的抵抗力，增强咱的免疫力，你当来个挖个圣山、喜多山，正好的物件是会当互你挖去的健康食品啦吼。咱中国边付费计划专线电话0800-0500-6668，感谢。来接下来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吼，这是洪贝贝所来演唱《送君朱瑞迪》。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6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对啊，吼，你讲有些陈市长加这王必胜吼，因两个人伫个凌晨啊，凌晨到底几点啊？四点啦，吼，四点。啊，四点的时阵啊，去拜访，去看一下这个八龙，这个国台市场啦，嗯，哦，八龙市场对啦，嗯，啊，这去是去参访，去访，去了解，走访对啦，伊个下是下走访，就是来了解，无直接。我俾你来处理啦，啊，当然大家讲我意见嘛，对啦，啊，讲我意见，中间你讲啊，唔得，安那做，安那做，差不多唔够，大概几啊条出来，哦，对唔对？八强式，
加一个就好。嗯，遐鱼丸的面，嗯，面他不吃啊，他不吃。这个做啥？这个2800名，这个谈犯的生意人啊，嗯，你做生意的啊，嗯，谈凶就对了哈，来哈，讲要筛检就对了。跟他筛检790名，嗯，2700、2800一日就了，嗯，是不是啊？嗯，你看嘛，那个是能力有问题嘛？伊北龙是内面的员工是安尼，啊，伫北龙闹咧出咧全部加加的要4000个，即嘛是2800名，即个贪官的生意人啊，生意人就对啦，讲刚刚来。可能筛检讲790个对，迄非常时期一工2000过3000个吧，应该一工就处理好。嗯，伊就是无能力嘛，无在条通做嘛。这筛检啊，规个无啥啥，我是错嘞。啊，议员就讲，赶紧筛检找出我迄个假阳性、假阴性的迄个，对吧？哦，假阳性的呀。嗯。哦，啊是有迄个，你唔得管用用出来，迄通个隔离，通个通个你。出来安尼就对，议员咧急，你台北市都未急你，对不对？议员咧急要创啊？啊，议员咧，咱临时同意啊，要求中央来接管，伊都无要做啊。无啊，规个都唔知是咧创啥货，在咧乱杀杀咧都。要接管就主要柯文哲，我拜托你。系啦，主要就是看柯文哲会家己开除啊。我多啊，啊你中央讲，我来接管哦。嗯。我叫柯文哲呢种人，都无你安尼讲。嗯，未同意。咱咧。主要一求伊啦，一求伊啦。有。安尼即个叫拜托呀。你是咧台北市的主脑呢？嗯，台北市长呢？所以对不对？迄能力真正有问题嘛？对，吼，嗯。所以早起的时阵，王必胜有个特别个讲嘛，讲迄个疫苗唔是万灵丹呐。郭文韬你会记的，伊讲开检来影响水煮疫苗嘛，吼。讲要用疫苗落去下，甲王必胜昨个甲讲讲。这个疫苗根本都不是万灵丹啊，靠的是靠疫调隔离、筛检、加分流，这四个动作来解除威胁，这嘛是咱个建议尔。嗯，对啊。啊，伊都无做未到，伊啊做会到，煞来今仔就搁咱来讲嘞，对不对？他说你讲这四项了，对。嗯。你叫我陈正坤讲，我咧指挥来做，我嘛无在来做啦。陈公书记就是安尼了，对啦。哦，对不对？迄就是你白白一本册咧读，读拢遐字啊。对啦。是啊，有诶学生啊，起来成绩都好，有诶像我这样，我咧都咧读无册啊。嗯。对不对？就是安尼啊。对。是啊，迄就是两个人的问题。对。啊，本来伊都搞读册。嗯。迄篇叫我看，迄本册叫我读咧，了了，人个考着博士咧。嗯。对不对？大家都考着一大大一名咧。嗯。啊，恁咱就无代表。嗯。啊，白白遐物件，白白遐 SOP 写明明。嗯。伊都无在拢做啊。啊，不是变啦，你别个怕我死哦，是，我都无法度啊，所以，王必胜咧讲吼，讲目前这个北龙的群聚的事，等于4点去看了嘛，透早4点嘛。啊，王必胜咧讲，即马北龙的群聚的问题处理有完，还佫是由着台北市府市长黄珊珊带领市府团队咧进行了，对啦。啊！伊相信讲台北市有相对足够的这资源甲优秀的人才，应该疫情会当控制落来啦吼。啊，如果若是有需要的所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会当随时来支援协助。做官先甲学落去，做官足强的。讲真啊，台北市有人才吼，啊，那是需要的所在哈。嘿啦，咱今仔日咱来讲，你若无多就放手啦。我这不是开玩笑呢，我是台南呢。嗯。台北市那兵役是全部台湾，这个国家是规个拢去呢，拢眼光，对不对？迄不是讲你一个样就无输呢，对不对？这疫情都会传，你看安尼呢，对不对？哦，啊，所以这不是咧开玩笑，不是咧讲滚笑啦，未使讲滚笑，真啊无能力就无能力 ，SOP 甲写十条好，伊都不在咁做啦，我讲对不对啦？哦，这个无能力人做啊，无当执行啊，搞这筛检就好啊。这讲伊这个实在真正有影疲劳啦，这讲到伊真正是忝的就对啦，吼啊，他讲的拢专业话，啊，伊这两个兼去讲啊，我家己袂自乱阵脚啦，家己会用个话好势都话好势，啊，来你卖去找人啊，等你家己去处理嘛。问题是伊这一个台北市啦处理不好吼。咱现在个中央呼吁吼，现在台北市处理不好吼，因反正我管起有那烦恼嘞，因为台北市附近遐，你讲嘛新北市啦、基隆啦、桃园啦，台北市你那平开去哦，为啥成个设计呢？安尼呢？我南部吼，除了讲台北个人落来啦，啊那无管袂啦，啊这你个当讲无落来呢？当时就只上
那个菲律宾的总统讲，你若无买着注疫苗，我就甲你枪毙。嗯，哼，对不对？用中标的，讲你拢未使来钱。嗯，人自由的来来去去呢。哦，对不对？好像咁是安尼。对。那啦，看情形啦，看后壁来介绍啊。我老爹，我以前不管大汉的，甲两个孙嘛拢是台北啊。嗯，住二十八啊，我去给人上班啊。嗯，对不对？我蛮欢乐呢，唔是咩呢？咱台北嘅亲戚朋友有人伫遐，咱蛮欢乐呢。还是我咱家己嘅囡仔其实不爱食头路啊，阿婆拢袂转来，我是不爱转来咧。我是伫台北食头路，我是不爱转来。我家己有亲戚在安尼，伊早起伫遐食头路。嗯，伊讲伊不爱转来。嗯，同人同当台北嘅，转来惊危险嘛？危险对。惊危险嘛？所以即嘛是种疫情就对啦吼，是让人惊安尼。囡仔已经大家拢休困啊，啊无头路也无咧做啊，用书信的你听无？伊嘛唔敢等啊，你听？一个大囡仔也唔敢等啊咧。我股票小弟啊，小弟啊，我大囡仔二十八只头路就唔敢等啊，到正时啊，我拢唔敢等啊，安尼啊。啊，讲啊人，我股票小弟讲，哎，等啊，既然无做，你等十八要创啊？唔等。也唔敢等啊！我那会惊啊！惊啊！假等啊，唔多来，伊家己那问题多回事啦。对，是不是？这是全国的代志，唔是台北市的代志呢？嗯，唔在开玩笑呢？是好啊，但是中央就是无多接管，啊，无多接管，咱就继续看啊，大家就心头了定啊。等下我帮伊要接管就上班啦。哎，今仔等帮伊，他要接管就办。唔在要，唔在要地生效发财啦。无啦，我实在那边讲起，即卖已经帮伊啊，你敢知？那边认真讲，其实已经无五大人啊，已经五十个人确诊啊，八龙这部分者吼。啊，瓜分者讲要注疫苗，要来迄落啥，讲到咧暴力式的防疫了，对啦吼，要直接传出，结果内面的摊商出来咧帮讲，惨这伊嘛做未到，惨这落伊嘛做未到，伊讲。你一个摊商拢有三四个员工诶，啊！你讲要注疫苗嘛？不过是摊商尔，啊！我一个主啊，剩诶三四个员工要安那，要安那处理？所以就讲啥无强做会到诶，就对啦哈。可以讲诶，讲诶，这哎呀，这医生是同时开始安那做啦。啊，用不能去换诶，你去摆用不能。我今仔根本伊，啊 ，BI 呢？那面头个。伊即个人都穿起呢？诶，听伊讲啦，听伊讲是安尼啦，啊，穿就穿啊，咱头阿多，咱骂是咱的骂，啊，咱这本来就，咱同温层的本来对。我唔相信全国拢未欢乐，嗯，对唔对？啊，哦，北龙人去拼，全国拢未欢乐。刚才咱播我刚才电工遐，大家买咧欢乐，讲好，要去买这种个做啥？要去一间另外一间超商，我卖讲伊，买菜要注意啊，注意啊，唔敢去咧。唔该，伊买菜，钱也变较唔一样，对不对？钱也变嘛唔一样嘛。所以这件代志，咱想到迄阵啊，西中国家有啊，伊无一变，因讲因的病源病毒，有无一变？迄个崩溃了，讲病毒来自倒位，来自迄个澳洲的龙虾，加些发自由无哈？规个龙虾拢倒。啊，咱无伫遐笑讲啊，甚至到你阿公会出来，结果真正够唔一样，真正有影嘞，透过物质来当传染。因的包装嘛，对不对？因的包装嘛，包装看个老鼠在度欢乐。所以，我讲做个第一就烦恼。所以，从强辉阿咧讲是透过着什么有诶无进口诶物件包装起啊，对面传染未来诶，看起来个真正个真个。真正诶咧，开玩笑咧吼。来，为着强辉阿讲诶，拢唔对了对啊啦。所以，这个代志吼，我要甲中央讲了对啦吼，讲这唔是台北市诶主政命，这是全台湾诶代志了对。嗯。中央好考虑看卖啊！考虑啦！好，还无恁个继续，咱么互相娱乐好啦！好啦，咱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好来。您好，小姐，有特别想看什么补具吗？老板您好，我婆婆有重度身心障碍证明，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想来看看轮椅。哦，那我建议这一台很实用，也不会太贵。嗯，我推看看好不好推？哎，你婆婆是那个陈阿姨吗？是啊，她之前常来这里买保健用品。我之前常常跟她聊天，我知道她有加保国民年金保险，现在领有重度身心障碍证明，可以去申请看看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开销哦。好，那我再去了解看看，谢谢你。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诊断为重度以上身心障碍，并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保障基本生活。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防疫新生活，净化空气最重要。爱达百分百澳洲纯的茶树精油，浓度强，加上耐年的水养机，会当轻松赶走空气中的垃圾物啊，替咱的厝内消菌搁卫生。即马注文爱达百分百澳洲纯的精油组合，耐年水养机的免费送给你，数量有限，紧卡0800-893-893。警方昨天破获一处制毒工厂。儿子，你看，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真是防不胜防。之前破获毒品咖啡包工厂，还有查获大麻、笑气等，这些都会害人上瘾啊。对啊，其中混合多种毒品做成的咖啡包，成分不明，致死率更高。这些学校宣导都要提醒哦。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妈，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啦。反毒新世代，幸福下一代。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防疫期间外送美食正夯，高雄市政府推出高雄好家带方案，邀请餐饮业者加入线上点餐平台，补助上架费、月租费，运用全新互助模式提振商机，帮助业者渡过难关，欢迎共襄盛举。详情请洽07-791-2000或上一卡通官网查询。防疫经济感谢有你，高雄好家带，好家带有高雄。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提供。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半年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所以有一个正夯的议题，唔知大家有去甲注意到无？如果那有咧关心股市的朋友，应该你都会正了解，就是台湾的尊云公司的股票的介绍，又搁起到新高点了。这甲大家来分享到这个消息，嘛是因为啊，这个时阵唔单是毕业学生咧找头路的时阵，嘛是大学入学考试的季节。而且呢，有一个袂歹的就学的选择呢，要来甲咱所谓的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分享。伫咱家人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一直拢有咧栽培咱台湾航海相关的人员，这个行业呢，唔单即马伫即个疫情的时阵才有需要，其实世界上有真侪产业拢需要航运相关的人才，所以阳明海运包括万海航运，就甲咱啊即个国立的海洋大学建构来合作。做伙栽培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学生人才，
读海洋大学毕业了后，随时都有台湾大型的航运公司会来请你去吃头路，薪水呢，也阁比其他的公司阁较悬。即马即个时阵，的阳明海运，包括万海航运呢，也阁有提供着学生的学习费、住宿费，也阁有训练费用的补助。读册的时阵，嘛有攻读，啊嘛有实习的机会。未来咱啊毕业了后，就虽有头路通做哦，更加有机会会当来进入航运公司。咱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想要了解更加多的消息，要来介绍和咱的亲戚、好朋友的家里事事来求他的话，咱会当吼直接打电话来联络吼陈助理教授，伊的电话号码呢是0933131996，0933131996，找陈助教来询问相关的招生的消息。感谢您。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了，播的节目现场哦，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货服务产品甲上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咱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那么这个上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和咱来做说。们做挑选哈，咱选一项未完结，0800-0500-6668，这部有点小李亚星，小李亚金，感谢第一周人君，第三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好来，感谢，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下面再个倒转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就是咱高雄市吴先生来点播，啊，新年潮的歌曲《男性的复仇》，好来，好，谢谢，欢迎上。多情多恨，情欲的世界，男性何想怎样？你敢知？做着男性，最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来甲我体谅，伫心所爱的人来放散。消极的人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往往会甲行上绝路。你甲看卖啊，每天拍开新闻，为着爱袂着，凶杀、毒杀、自杀、偷杀、乌白乱杀、杀杀杀杀杀，杀到实在是头壳嗡车车。这个人到底是咧创啥货？也是讲有影，我今仔日来这个酒店啉烧酒，所当家一直连宵话啊。这位小姐，啊，你都唔通甲我见怪呢？你这位人客，请你都唔通安尼讲。虽然你安尼一大堆笑话，但是让我听了嘛真趣味过。哟，啊，看起来你倒也真性格一个查甫人，敢讲你爱去学女性来放什么？是啦，都伫三年前，我一位女性来放啥。受到打击，转来变甲拍呆拍呆。照理讲，我应该是爱起笑才对。但是，我来调整了我家己的人生观，即马将失恋当作一种娱乐。我正认真咧拍拼，今仔日唔只有钱来这个酒场做阿伯，唔只会当来看你来熟悉。哦，三年前你互人来放杀，后影都拢阿未甲你请教咱这位人客，唔知是要安怎称呼咧？拍呆病就是我。
我就是台湾第一烟斗拍台灯。什么？拍台灯？市面上人咧讲地当的，就是你。啊，你是著名的人呢。今仔日会当坐到你地当的台，陪你来啉烧酒，甲你来熟识，这是我素春爱光荣啦。家情家爱，只款不应该。但受恩永记在心内。素春，那这个艺名伫咧酒店叫素春的，有影有够菜市啊！来素春啊，你甲我看卖啊！我身躯顶拢炸了一张相片，这就是三年前我予人放杀时阵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嘛无挂目镜，逐天是袂食袂困，下当讲是面目消散。加即马你看到的我是完全无同款。来，这张相片你摕去看卖，斟酌看卖啊！什么？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内底的人，真正是你？你是大头神啊！素春啊，唔对，无应该叫你素春啊，应该叫你阿欠啊！啊，你你阿兄，你即马是去拉着痛经呢？阿欠啊，你唔免惊，今仔日我专工来到酒店找你。三年来，我拄着男性的志气，拍拼我的事业，也拍开了我的名声。即马。我已经成功了，钱用布袋咧袋，起来又搁多，今仔专工来要你堆心肝就对了。素春啊，啊唔是，阿欠啊阿欠，男性伟大的力量，你千万唔通甲我放袂记哩。小等下，小等下，大头先啊！安怎？大头先啊是你咧叫的呢？今仔爱叫我地当的，爱钱呢？来，阿欠啊，那这家旅行箱啊内底全部拢讲是钱啊！你拢客气，大头先，大头先，你小等的，地当的，地当的，啊！你要走，酒钱嘛，老爸袂拜托的。为着人类，如先着境界。含含海，男性的将来。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哦，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啊，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 AM 的7点，哈兰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哈兰哥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接落来，咱要来甲报一篇新闻，特别报进程，咱嘛是。爱甲大家欢呼啦吼！这个身躯顶如果那是讲吼发生了有某一挂状况类似，敢那亲像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咱得要紧吼去予医生看检查，唔通家己安尼大煮大意，啊去买便宜啊倒来吃，啊那吃吃的吼，那无带就好呢，啊那有带吼一条性命胖起，你假说我袂骗你。即讲住伫新北市有一名伫即个台北的北龙咧做送货员，今年54岁生日的查甫人啊，讲吼将近有要几个月时间啊，拢安尼人发烧啊，未爽快，啊家己吼啊去买便利啊，倒来食退烧的啦，啊安那食都无效啦，啊坚持唔去予医生看啦。
啊，后手呢，有一天呢，讲伫本个月的十九日就对啊，下班的时阵，公车起来吼，要回来到吼伊住的所在吼，新北市，啊，经过吼万邦大桥的时阵，刷单塞塞。昏昏去安尼啦，经过人甲送病院检查了后，发现就讲哇，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啦。啊，要紧吼啊，甲送病院遐个警察吼，嘛拢吼有做一个吼隔离啊，做一个检查啦。啊，结果好佳哉吼，遐警察拢无代志啦吼。结果一个对门落到地，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伊讲吼，啊，着平常时着下班的时阵应用啊，啊，着锁去帮家己点遐老老的安尼啦。哦，啊，都有安尼底下老老的底下咧消费吼，啊，到底是去对感染着唔知影啦，到底是伫吼阿公店，人家地点啊才感染着的，啊是伫北龙咧送货过程当中感染着唔知啦吼，啊反正即马吼即个人都已经去用个隔离起来咧做治疗啊，啊听你讲讲原来无代志啊啦吼，一切拢伫咧平安度过。这人身体好呢，这动画股应该是轻微的啦。这个应该是算轻症好的，啊个本身身体真正袂歹。身体好差不多了。这拖啊侪工啊，已经无啥物感染能力啊，对啊，因那照迄个。照这个较早新闻咧讲吼，经过十天过，无啥物传染。所以吼，爱大家呐，感觉有迄个状况吼，就爱去有医生看做检查，唔通讲家己安尼变咧啦，吼，体重啊直接变，安尼恶变处理。啊，人咧百货公店，迄东西个早一个月外，像咧百货公店，迄变处理啊，从我伊家己看到，稍微紧张嘛。啊，就是会惊，会紧张，啊，伊唔知唔敢去检查，检查，伊唔敢去检查。哎呀，啊，检查了到底隔离起来，伊就无头路通做啊。因这个吼。有做较有钱通好食，啊无做，走车做啊，你是我身体用，其他方面无用咧，开玩笑。伊就是烦恼讲，伊唔知饲料去用胎检，万不利啊，是因为伊爱隔离呢。啊，隔离了后，伊就免做工课啊。啊，像我呢好。无啦，闹钓钓也好。无啦，照电视。无用，无再检伊个，哪有钓不钓伊啊？唔知啊。啊，但是呐，伊电视咧播的话，对啊，其实足侪人早就感染唔着啊。拢听见。啊，拢无镜头，你嘛唔知啊。对啊，你后阵好奇，你嘛唔知啊。电视都拢有咧讲啊，咱的疾病防治中心的广告大咧，有咧讲多数拢是听见的。拢感染唔着啊！啊，你有镜头，你家己嘛唔知啊。啊，规规工你唔免食药啊，无去有医生看，你嘛家己好去啊。啊，你嘛唔知即个。过程当中，你已经去得了中国病毒武汉疫苗嘛？伊讲做些东西啊咧，有啦。所以这个都有诶，钓着做当前诶，有无？啊，那过程中间了，钓过程中间就是活些人个药问题啊。唔知啊，唔知，轻微也未会啊。嗯，轻微也未，你啊感染着轻微也未。我轻微也未会，轻微唔是。因为是病毒就是有病毒啊咧。是你感染了后，无意思讲啲啥物未会啊？十天了后，十天过了，经过十天了，话人的几率就继续低啊，对不对？啊，足侪人就是无镜头变成隐形感染的，恐怖就是这，恐怖就是这。无镜头，迄就不会讲啦，无镜头的。有诶，搿是轻微的，啊，拢敢那像一般感冒安尼尔，对不对？留一下鼻炎啦，是摸了行行，啊，伊就认为讲，我这都无安啦，啊，就去食药啊。但是事实伊留掉的时候已经胃出嚟啊，胃出嚟啊，已经开始咧胃啊，对啊。所以讲，伊讲这个武汉肺炎真的是恐怖的事，知道吗？但看到 SARS 无同 ，SARS 就是一定爱讲症状已经拢出来啊，才开始咧话啦。啊，这唔是，这完全无症状就咧话啊。你看北龙的遐，我自己讲种几包啊，遐菜啊。但是啊，你头唔是讲种几包几万包？干啊，应付迄间大型的卖场啦，对啦，一日三十万包。三十万包哦，你看嘛，迄多人有阵时啊，知影这个消息的人，对啦。唐叔家爹就唔敢碰啦。唔系你即马想想，应该未有。我等下啦，我直接讲，前日有人爱讲咧。对啦，我前日听到啦。行到唐叔家爹就唔敢入碰啦。哦，好空空来底查你只，哦。这一定有这个心理的啦。啊，问题就是讲。等你知影的时阵，像这个啦，一对五月份就开始感染嘛，都轻微都无安啦，啊，所以就干那行行发烧尔。来另外一篇吼，咱要甲听众朋友做报告，大家哪位注意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吼，逐天下晡两点的记者会，昨有看到高雄市忽然间吼蹦出吼高明啊，而且较真切。啊，即咱知影讲高雄市市长陈其迈，伊伫咧防疫即块吼，算做甲真水快，奈突然间会蹦出一九咧，一九名，我咧想真侪人真兴趣，足想要了解原因，尤其咱高雄人。结果即个时阵的陈其迈市长真受气，
这个感染源是对对来呢，就是对新北温主公病院一名已经去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这个高雄人，伊伫新北啊感染到了后时阵，带我转来到这个什么呀？高雄市，但是新北这方面的市政府，包括温主公病院这边就对了，拢总是完全无交代半句话，就带我放我这个人回去。放我这个人回去，起码伊这个人回来到高雄，伊嘛唔知影，啊就开始传，我传两个家庭出去，高雄人，起码今仔日真受气，伊甲温主公病院讲，恁咧处理这个代志，防疫是安尼处理的。一个已经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伫你温州公病院安尼出院的人，你放来阮高雄市，结果你拢无拢无讲半句话，拢完全拢无讲半句话。当然，新北市长我哪有，新北市这方面我哪有跳开，替温州公只讲一寡话就对个啦吼。但是，起码伊到我即慢慢是真受气，伊这件代志伊拢完全唔知影，伊家己去约，家己去堆。对家尾啊，才知影讲原来这个高雄人伫高雄感染两个家庭，昨昏碰到起，这个原来就是伫温州公病院感染着的，那无狂烈啊，拢无狂烈，啊无交代，单放咧好走，这个人先转来是先对桃园去，对啊，桃园，啊连老桃园了，算他是对高雄倒转来，拢无讲啊。新北和台北市就是安尼处理的，安尼啦。所以张雄雄讲高雄加高咧出来有无哈？啊你啊你别过讲，起码伊咧受伤。啊前一间，张雄会错一条咧。啊前一间起码就是这无叫你讲讲，伊足烦恼，足烦恼，足烦恼，新北的疫调了对啊。啊其实就是起码因知影讲因高雄已经有人钓钓啊，啊这个人的源头竟然是对。这个做啥？新北这边温州光病院这边过来了，所以一张唔爱提早来讲吼。好啦，这些就够弱，这唔知边啊去控制这个物件吼。啊，这种讲咧，这走来唔是啦，这种代志，迄当时，咱会记即吼，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因设计一套安那。你若感染着，你勇敢承认，勇敢来做隔离，阮一个月嘛，阮一天，会发千二块啊，一千块我白去吃啦。啊，三顿饭嘛，只好你吃。但是吼，头家这边吃头路，这边的头家你别当硬死头路。已经拢做甲万全的准备啊，最主要是安怎开啊呢？因为就是咧防迄个啥，防迄个钓钓，唔敢讲，唔敢去病院，就是咱拄则讲迄个伫万家吼阿公店吼，小迄个拢唔敢讲，就是咧防这种人嘛。伊唔敢讲，你下回时阵你就处理个继续议会啊。今仔日最主要要控制疫情，就是一定爱透明。你有感染几下，就对他感染着，那感染着，你就是爱讲出来讓听。当然，有足侪伫阿公店感染着的啦，白白沙波人拢卖伫遐咧吼，卖伫遐烧笑啦。有诶有一挂人，伊会讲话较避暑，伊讲无啦，我都有伫网界遐出入啦。伊嘛要讲地点嘛。啊，这嘛无啥物。啊，这也无，这嘛无啥物讲。啊，无啥。啊，但是咱随听咧随知影，啊，你若伫网界遐有出入过。网界多同我没有话。哎呀，啊，这个别墅讲，比如讲咱。网界有两三支咧。有两三支啊。姓地咧。啊，但是就是地点嘛，就是。好多地点啊。地点。啊，讲啊，网界就。啊，你若讲，比如讲，古早咱台湾，即卖若咱台湾是即卖若搁有新丁这个所在，我若去新丁去感染着的话。我嘛讲啊，无啦，你讲到对心顶经过多好，听到啊买一包槟榔安尼，就叫感染起来，带人开门，带人心顶无人去讲啊，无啊无啦，无心顶啊，无心顶啊，好啦，这边北龙的这个代志，和咱想起着拄拄啊好一年前啊，2020年的六月，中国讲出啥你敢知啊？讲因为疫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爆发就对啦哈。就是来自了国外进口的物件，啊，其中讲到啥挪威鲑鱼啊，讲到挪威鲑鱼，讲这个鲑鱼呢，伊炸了病毒，啊，怎因为进口未来到因中国，啊，造成着中国疫情，搁再崩起来，你就对。啊，咱一年前吼，因为台湾无疫情嘛，对啊，啊，听到强辉啊咧讲这个话，有无？大家是笑到要死，你听无吼？讲个台咧，你甲笑讲，这个物件有可能的代志，无啦。结果强辉当时还袂捧这鲑鱼，那是啥物龙虾？的时阵我就咧质疑啊啦。讲中国袂对咱台湾这蔬菜水果是毋是有吃的这个中国病毒的这个病毒菌掉伫因无？啊，当时就有人咧讲啊，我也先咧讲啦，讲讲听一寡专家咧讲，讲这种物件。
件你若吼喷伫啥物所在，金属还是碗还是啥物碗搁有诶无诶，讲两点钟就死啊，讲几点钟就死啊，一堆台湾卖对台湾，嘛对中国卖对台湾的所在，啊不都死了了一样。矛盾啊！就所以贵个消息，真等着这个新的这种病毒。矛盾你啊！大哥，哎呀，其实等着这个新的病毒，贵个所有的讯息拢是矛盾。你若含以前的新闻提来对照。我都在记者咧，就是一年前台湾无疫情嘛，一年前咱拢控制了非常的好。啊，中国迄个时阵武汉开始崩啊，规个密密麻麻有无吼？所以中国从这个物件啊讲啊，因伫咧这个叫做进口的鲑鱼内面找到病毒，咱大家就笑讲叫做甩锅啦，甩锅是中国容易啊。是啊，中国你从这个海胆甩锅，海胆硬蛋对迄个鲑鱼去。即摆咱北农的代志发生了，你讲全部个头阿咧讲，一寡富人人煞唔敢去买菜，一寡都唔敢摕，安尼表示啥？你敢知？表示中国迄种讲的是对嘞。哈哈哈！真正咧，我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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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是啊，中国伊无原来先讲出讲迄个啥，迄个毒会伫。在空气中，啊，气人交往不也正式是真的啊？都打听是嘛？干嘛做航空靠？是咧做啥货？做个比亚迪？那个气交嘛，气交嘛。啊，大概是咱听到是嘛，是讲是咧讲啥潲咧？天哪，敢有这种物件？哎，搁一个机会，我们要买问一下咯。嗯。好像他都有讲过嘛，讲你感染掉了，经过十二过，这个病毒就无传染到。对，大概就无传染到。这么是咧紧张啥？无，唔是唔是。啊！伊即马问题、就是，我即马对啦。你讲白种白种无传染，我是感觉做疑问，你听无？无错。因为是你有根据嘛？系啊，我专家讲的。感染了，十天了，白种就无传染。差不多无传染。你何必要加用十四天？无，不是。十四天就是隔十四天可以，要你较厉害啊。可以，蛮好。我知啦，这一点啦，对啦，捉只鸡。你若要认真落去讲就对了吼，规个咱碰到这个武汉病毒，这个武汉肺炎吼，这中国病毒，头到尾它一档的新闻，你若拢啊调出来看大标题，咱卖看哪里的，拢看中端的。你真正把规个把破去了，对不对？你像讲做这个疫苗，少年的咧做副作用会较大，老大人变到较袂。但是结果咱开始做85岁以上的老大人的时阵死一堆，当然这拢无一定是啊吼。啊，但是呢，少年人之前上早做的少年做啥？做护理人员，护理人员是第一线，上早做的就是护理人员。敢有听到护理人员倒一个疑似飘起？结果是发生啊，结果这又个矛盾啊，即马过来。讲这个住落去了后呢，对这个做少年人，伊的保护力会当较啊，少年人伊的抵抗力较好，所以住落去了后，少年人产生的保护力会较强。结果医生咧，全部拢住家贴济，44个学生啊，集体感染，全部拢得。所以哦，这个物件咱实是讲新闻咧报哦，你若食一档的新闻提登来，就头拄仔从外国一个讲，别人我随去调一档钱。哦，就是中国甩锅鲑鱼，他即马甲看看，伊钓呢，哪咧讲个伊说钓呢，伊说变成是钓的呢，啊，他后年来讲个迄个什么气囊胶，迄有无咯？迄阵啊，因打讲出来时，大家嘛笑到要死，后来专家证实真诶，因为一般诶，咱诶花木飞出来了后，差不多是伫咧几分钟就落来土干，但是气囊胶会当伫遐飞几啊点钟。你足油嘛？但是有够油诶！搁再一个矛盾就是讲啊，因相对对这种些了解就对了，啊偏偏因的疫苗已经就又搁对这世界过未着。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咧讲，到底是因的疫苗真正无效，还是因所用的迄种天然的方式造成疫苗无效？你敢听我意思？好，像讲咱一台奥多麦。本来是应该是清车，伊甲清遐，清唔到所在去，所以讲也无效。啊，清的技术好也无，技术拢足好，但是都清唔到伊。加清啊，要加清遐咧就对啊。所以意思讲，这个间隔的，咱咧看新闻，一般是惯性，大家拢今仔日看今仔的，明仔载看明仔载的，啊，一礼拜前的都袂记。啊，现在因为拢会老嘛，拢会甲记录落来嘛。啊，所以你来个一当前的新闻，全部甲拖出来，搁定啊。所以你就是记录会看一当前，卖讲一当前了，2000几年，2000，空壳。你讲一克好啊？2010年了，对啦。6月7日一克话签你记啊，这样死。对，我懂。十年呢？这就是习惯性的问题嘛。所以看新闻看到尾啊，讲破，你敢知啊？讲戆伊啊。嗯。不然，那阵讲伊的蔬菜，
咱咧烦恼讲，因为运送到咱即马包括电视的名嘴嘛，拢安尼讲啊，台牌啊，嘛咧讲北农的严重性，就是讲伊的蔬菜是运送去全国的。全国啊，全国的啊。啊，那安尼表示讲，这病毒掉伫蔬菜表面，确实真正会画出嚟嘛。啊，咱是当前咧讲笑死中国啊，煞笑唔对，无怪习近平足困难难的。啊，唔对，都无要紧的，中国甲笑唔对，好要紧啊，对不对？你若我个性，我甲笑唔对，就讲，哎，个。个电话都甲笑唔掉，所以哦，个认真啊，个就是咱今仔幺零啊，八零啊，哪个报的上面新闻哦，我哪个晓得晓得讲之前，我都报了个查出来，这个大概对起来。你头先讲一句哦，我实在是心内有一挂疑问啊。咱人啊，得着迄个物件，十公内底，十公后，你若讲了十公后，你本身就无传染啦，啊，你哪会得个？啊，来，这块十四天处理了，伊个唔敢转去。十天后，唔是无传染了，是传染了变弱落来啊。嗯，已经变啊非常的弱。啊，十四天是较安全期了，对。啊，甚至有外国讲爱二十一天。迄个过十四天，迄个是啥？不是传染病啊？哎，是未经传染，唔知有传染无传？我先隔离啊嘛，先隔离啊。因为这边的武汉病毒，伊是无症状就开始要传染啊。嗯。譬如讲阿星阿得着武汉病毒，譬如讲我得，但是伫我开始有症状的之前的前三四天，我已经心内有病毒的时阵，已经开始咧传染啊。嗯。啊，所以隔离十四天。等到到第十天的时候，其实我去测哦，病毒无，还阁有，嗯，但是迄个病毒叫做弱啊，啊，这个弱，你若撞到这个叫做啥张大哥，撞到这个幺零啊，无问题，身体好嘛，嗯，但是我若去过着连症连症就死啊，就挑剔啊，哎，伊就死啊，安尼啦，你听意思无？你伫遐动动下，动动下，你若拄过着迄个拄啊比较迄个抵抗力较歹，还是迄个免疫力较歹，嗯，虽然已经经过十天啊，你还阁是话吼，会较活着，嗯，啊，其他人吼，你活着，病毒量上少。嗯，像这从外国就甲当作瓦萨比稳稳的食，食就无事。这个隔离了后嘞，吼，隔离了后就对啦，吼，人开始讲，但开始讲又较紧啊。哎，对。唔知入去处理。啊，隔离系。啊，处理隔离先处理。对。啊，处理了后，你若讲十天后，我一个疑问就对。嗯。可能伊都会当处理啊。未使啦，我拄在甲你讲啊，伊还佫有病毒。只是较弱尔，伊对着身体较无好诶人，感觉有足大诶强。啊，关甲伊全部好。十四天还是叫做安全期啊？讲十四天，啊，外国是讲二十一天。嗯，那是我感觉愈侪讲愈好。即卖是讲怕死人了。即卖是咱台湾吼，那针对你对印度转来就对了。印度即卖病毒上歹嘛。对啊，印度上。对，针对你印度转来，赶快关十四天。十四天关了后，佮技术性诶，甲你隔离三天，变成十四天。你若对别国转来，就是十四天嘛。对印度转来，唔知。啊，你若爆发一只，就算病治疗啊。啊，爆发就病治，只要爆发咧，中间你若讲真正有掉就爆发咧，顺然吼。嗯。第十天以后，那就顺然啦。唔是无啦，就变弱啊。弱啊，变弱啦，弱去已经迄个。杜伟公，你做派务，你是做弱的啦，无是被去给你传染掉啦。有。啊，伊若好出来，中间到底是啥物情改当出来？啊，好出来就是验出来，伊验出来的病毒量爱伫咧话者两道的拢是啊 ，PCR 检测了，爱话者一下才到你出来咧，话者一下咧，对啦。嗯，好，那么我就要叫大病院长来访问一下。叫陈市长来好啊，叫陈市长来啊，我甲卡一个电话好伊啊。来，正讲过来，感谢。非常感谢咱今日从许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马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算这产品了掉了吼，啊，咱从许多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就是许多算了掉。因为咱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从许多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
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还是艰苦，该未爽快还是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时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诶，亲情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诶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了，着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青也着，少年人体质也无好诶人，抵抗力也无好诶人，食这个物件正确诶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一些，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然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个产品，所以用起多真系太方便，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唔免讲，我唔免讲，大家要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啦，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当然，那有恁骨锁，这骨头金立平的第二代，当然啦、啊，叶王树，大家把要食迄个、迄个扒手块管呢。咱第二代就是扒手管啊，所以说也经过两关的这个制作过程中间了，靠我多人制作这个相关的扒手。保护目睭，这个金立平的第二代吼，保护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所以咱信兰公司哦，啊，个有咱的这个喜乐通了滴吼。咱这个喜乐通吼，这是咧过冬啊，冬啊边吼，到底爱清气上哦，冬啊边那是较放的吼，啊，唔知影中间就是会变成虚弱啊，这大家拢会惊吼，所以特别互咱注意了滴吼。这个喜乐通就是咧吃这个过节冬啊边，冬啊边啦，什么的，就因为这是全部拢瓦困。有酸菌，好，我记得一直拉三十几度，一直硬推啊，硬吃，吃吃咧，中间就对啦。咱大便就要放放我处理就对。所以说，人家无安尼个处理就对啦。迄等下白海拉三十几度对，你无法通处理。所以你把这全都研究一波啦，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这是咱保护咱这等下清气，较袂生一寡这等下毛病就对吼。这是喜乐通吼，我报喜乐清，会一个从许多进来才装表，这个会一个按摩包。在咱这个血管内底，伫咧流通的中间，你管全身骨啊，每一条血血管内底啊，拢爱修炼，还是什么？全部拢爱通，无通都出毛病啊，无通都代志就大条啊了，对。所以咱的五宝血路清是好你食，伫咧慢慢伫咧未通的中间了，对，好你感觉讲，哎呦。这个无什么毛病，人三星的中间的这个，这个滴滴一直去的掉。啊，人的身体上，人的种种的血液来通的掉了，你的训练啊，都用一半的啊，用一半的啊，对吼，这是咱五宝喜乐清的掉，吃血液的，和你通的物件吼，啊，没有落去，没有打过准血油安尼的掉吼，不顺劲，咱用许多件才装表。你会呢？较有诶，雄起时多吼，啊，即个放尿咧出问题吼，安尼你着甲看，拍电话来，甲咱公司叫，啊买等于，啊甲食看嘛咧，互你放尿会较顺畅未？
这若无顺啊，思考爱处理哦，就真费气，就这点破散了对吼。这特别介绍咱保顺跟护理吼，血红素、贫血、胸肌所见的这种，比如贫血人真济啦，但是真济拢找唔到医生啦，唔是讲找唔到医生啦，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对啦，当作感冒啊，就顶找唔到医生啊。贫血的人哦，伊头壳戆，头壳晕啊，种种个心肝哦，有阵时啊窒窒，啊唔是啊歹困。安尼就对，暗时摆过来，卡一麻，卡袂顶起起就对，尤其寒人，我一定爱惊人。所以从起热天，你啊动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对，迄就等于降低药啊。你都无感冒哩，因为迄是病系出三性诶，血不足三性诶就对。所以讲咱的血红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诶病诶人哦，太多假啦，女性朋友介济啦。啊，因为较有诶，像许多啊，介侪拢贫血就对啦，吼、哦。所以贫血产生诶竞争，你若食西药，叫医生讲看不好，你该当个食咱生产公司能够收，安尼就对啦。唔是能够收啦，叫血红素就对啦，吼、哦，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血红素专门咧食贫血，一别一种，一定甲你讲是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拜拜，你还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个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落来，咱们来开放一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和咱做新闻记者补充。非常欢迎，现场一线电话2699456，2699456，带来咩电话？我关起麦卡，麻烦加空六，感谢。来，你好，谢谢张大哥。对，迄个马英九八党终极统一了啦，伊其实已经拢含共会拢达成共识啊。柯文哲还未选择台北市长，已经咧讲啥？去台六，迄、那个叶克膜打针剂。你怎么能够替你解释因为对啊，那有些开始咧，叶克膜开始挂药剂啊，迄拢已经吸收呀。韩国瑜去北京大学读册，啊，现在柯文哲会干韩国做北农的迄个总经理，其实柯文哲的吴翔辉拒绝联考的小子啊，人去足大的看准，迄完全拢共产党啊啦，啊，所以伊今嘛啦吼，张姐观众讲了足清楚，柯文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一生中就是天下大乱，时机大好，伊这意调无爱，伊这完全要逼，伊就是逼了，因就我都重返执政，重返执政，按台湾的变大陆的呀，变中国大陆派谁？那那这用谁啦？中国安尼啦，所以这微头到尾其实是拢足泄密、足泄密的策划哦。啊，免去讲柯文哲安那安那安那，迄几个机啊，就是安。对付的不是国民党，迄种诶人，迄个黄志坚讲，国民党这个精神是侮辱的精神呢，因这完全拢已经共产党诶手下啦。感恩谢。好，等一下。感谢，谢，点歌你说，大家。大家主持人好，你好，张总统好，这个瓜无灵哈，可无能哈，可无能。伊这边去拜访迄个 CDC 哈，伊个拜访，伊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哈，不怀好心啦，因为伊家公。CDC 哈、哦，已经有被市场分市场管制啊嘛，伊才惊啊，当然是没得落报啊嘛，
伊车驾，伊都爱较紧嘞，过去叫伊，伊过去叫何伊，莫去插手啊！啊，伊这个人就是无血无白晒的人，你甲看何伊做市长啦？当市议会的时阵，伊当咱的台湾旗拢红入去啦。啊，你着上迄个摩车旗放互一台北市啊，酷酷飞啦。啊，你甲看迄个二二八的迄啦，二二八的纪念日啦，伊做去骑骑车啦。咱台湾人选何伊，就是要何伊转型正义吼，伊完全拢无做啦。啊，即马过来招发台湾老人啦，咱这台湾老人，你甲看，你着。这台湾老人，这台湾经济，敢不是这老人在迄、那个在迄、那个在好好台湾人才有才有这经济？对对对。哦，啊你就叫做这老人好二二八，嘛我重阳节啊，无一千块那个慰问啦。已经老啊，你嘛一千块，小可靠人一下，好感觉讲啊个，万我无万无万无万少嘛，万我无万无无万少嘛，无万少啦。万无无万。啊，我聊胜于无啦哈。啊，即摆算讲迄个疫苗。啊！要教他这老人，可以上网啦。啊！你看这老人已经拢无白家子那事啊，已经完全目睭也歹啊，头发也退化。要去建议来教他这款细面的，你看这人卫生观无啦？所以大个人哦，这个人就是一定爱来检油做记号啦。对，是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哦，你好，你好。啊，大哥你好。你好，你好。那我甲看看，较早在听你评。柯文哲在真正上上到后台，后台后台，我知嘛后台呢。民进党上后台。咱承认，咱公主席的，较早有甲听真正承认。我公司够开钱了。对啦对啦，啊，若要讲是民进党上后台去的啊。我怎么好观察这个王世坚伊的言论？我感觉哦，这政治人物头脑变成王世坚这不不对。伊咧问这代志，本来伊自头就看出郭文正这个卡笑。我看啦，王世坚是可能地方都无搞，无伊来做台北市长啦。伊咧问这代志哦，不公正。公正啊，到伊个自头，伊就看出郭文正啊。啊，我看这车路啦，拢好在。有。你们团队真的真正好呆，比我卡好呆啦。今嘛个其他个仲好呆。来，你好。哎呀。上位好，柯文哲大家支持出来啦，无啦，那是第一遍啦，第二遍就无啊啦，即马即遍无啦。第一遍你嘛是民进党支持出来，咱无啊，第二遍咱就无啊。你第一遍无到三间吗？三间像我那只机啊，要到门口就啊，你接你啊，我就拢头上里面咧，我拢上大衣机啊，入去输大印咧。啊，你第一遍无也支持吗？无，歹势。第一遍就无。无。住第一遍就无。我把酒一直都听名，无看到。啊无你第一遍支持上啊？支持电信无？真正啦，我真正拢无。无你第一遍支持上？支持电信无？我无，因为我台北我都支持袂到，我要。无啦，你全国中央啦。我这个啥物人？这个无咱支持，民进党支持这个啥物人？这是第一遍啦。姚家文到啦。伊啊，当迄个。姚家文在里头啦。迄第姚家文啦，姚文迪啦。第二遍哪里噶？遐开嘞？你第一道支持连胜文嘞，我知影啦。拍死！啊，你第一道唔支持连胜文？啊？啊，你第一道唔支持连胜文？拍死！我无等东西会使嘛？算啊，无等啊！哦，咱嘛拢无等啊！你等你情况，我无等东西会使啦。好啦，白忙啦，白忙啦，大家无必要咁跳啦，拢忙啦。三位好啊！好啦，好啦，好。即个美国送咱250万剂即个疫苗啦，啊，重要原因就是讲因讲，伊伫台湾发现讲即、这个，政治的即个病毒比即个武汉病毒较严重啦，吼、哦。这是咱讲的，这是咱讲的。啊，我想来讲，政治病毒。到底是倒位啊？美国无讲安尼啦，迄是咱家己的民意代表，甲咱家己这边名嘴讲出来啦。哎，美国是无安尼讲啊。是，就是咧，啊，就一只红色的嘛。啊，当然就是因啦，系啊。啊，一只蓝色的啦。嗯。啊，佮一只变性的吼。变性的。较早讲，莫莉阿尾啊，小可有着染着红色。嗯。阿尾啊，即摆看看，敢那讲小可染着蓝色。嗯。啊，有人咧讲，遐这色色豆豆的吼，蓝的都比乌色啦，所以这只可能是乌色的啦。嗯。哦。嗯。啊，佮有一只变种的吼。嗯。这只虽然较无遐尼厉害，较早嘛是绿色的啊，啊，即摆拢假性别红牌的媒体啊。哦。哦，啊，所以啊，这
这个像阿比讲，唔知当时要给咱政治疫苗啦。嗯，啊，就看卖吼。好好好，感谢感谢。就看卖，就看卖，到正常那边。哎，你好。喂，金大哥。哎，你好。你好，大哥。咱即马讲到迄北龙哦，北龙做迄个韩国伊去做总经理哦，后来咧想讲啊，即个贪污诶，当来去贪偌侪去啊，那看看。你看轮番执政嘛，执政两摆啊，这个大盘无得了了，就无得了了。我想要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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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听着个生气呢，无啦，阿姐阿咧生气，你打人都咧生气，马紧啦，嘿，马紧，嘿，有问题啦，对啦，啊，拢第一名，咱家拢咸着嘛，拢个拢讲做买名。我甲你讲啦吼，这民调吼，较早咱空空公公拢当做民调啊，调出来就是有影，但是即马你咧看民调，你爱看伊设计的话题是安那问的啦。我们国民党，你设计？看伊设计话题是安那问的啦，安尼才会知影。这个民调个数据个是你个哟。好啦，卖公上名啦，哈。卖个动作真个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哈，咱也差不多爱进一个广告安尼啦，民调啦，嘿，就去看，嘿，就听就好啦，唔能够当作一回事吧，你哈。好啦，进广告。民调，嘿，就要做都无啦。有。好，来，感谢。来，恁较早咧看这民调吼，有可能吼报错报错，咱就听较耳呀啪啪。但是即马民调吼，咱必须要用两个角度去遐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讲，伊做这个民调，伊话题是安那问的。第二个，咱要问一间民调公司后边开钱出来做民调的人是虾米人？我感觉是民调拢讲看看得啦，上简单的，现在看看笑笑得啦。我讲白民调上准啦，对啦，输底下家己做，输底下家己做民调，迄真正99.9%，安尼准的。讲到这，我特别问一句话，大家既然对柯文哲拢在赌人，柯文哲哈，那呢有柯的人，有柯的就是讲柯文哲徛这位，那民进党搁个提名。你这条票你要等人，对啊，咱即马讲我清楚。唔讲，水，东大哥，即个背骨，用科的，迄个即马去用，迄个个背骨啦。背骨咪是当地电视嘛，是啊，搁咧听国民听讲话啊，系啊，对啊，啊，你种我讲你敢有注意啊？我都注意，因为这人环境乱搞呢，我无注意。我台湾查这样像安尼，你是真的太水，你万一你个注意安尼哦。你是咧水啊？台湾咧印尼啊，伊讲。